好，这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的大明星，大家都爱哈他林书豪，现在出现了漫画版本的，看到了没？这个画风还是笔触都跟画这个灌篮高手漫画家呢井上雄彦真的非常的像，但真的是他吗？告诉您，搞了一个大乌龙，带您来追踪。观众看球赛封林书豪，不过这名大学生用这样的方式低头也能封书豪，拿起画笔在纸上涂涂画画，画纸上的林书豪尽管只有一个眼神、一个姿态、一个动作，不过整体看起来这样的林书豪还是很帅，还是很动感啦。身体部分都还蛮好画的，但是最难画应该是他的眼神，因为眼神是一个人物的灵魂之窗。不过网络上盛传这张林书豪漫画是灌篮高手，作者井上雄彦向林书豪致敬的作品，画风的确很灌篮高手，甚至让艺人陶晶莹和余文乐都拍手叫好。不过这样对哦，正牌作者在这里啦，画一画然后觉得还蛮像灌篮高手的，然后就照灌篮高手的笔法去画。在将增加的画笔下生动描绘林书豪运球模样，在发表后24个小时内引爆网络疯转，更有香港的捧友在网络上赞许他是大师，将增加用画笔和色彩带起风潮，让大家一起来疯林书豪。中央新闻陈梦回彰化采访报道。